亲在电梯里放下了自己的尊严给崔某下跪。这件事很快闹上了法庭，一年后韩国法院进行了最后一次审判，判处被告人崔某威胁、强迫、伤害、损坏财物的公诉事实为有罪，获刑有期徒刑三年。对此，具荷拉方面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认为这不能视为合适的量刑，需要给予崔中犯更严厉的处罚。而具荷拉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，几次尝试自杀。警方透露，他在凌晨被发现在首尔的家中昏迷，后被紧急送入医院。出院后，他立刻飞往日本，签给了日本知名经纪公司尾木制作，下定决心复出，重展演艺事业。可在没过多久后，具荷拉的尸体在家中被发现。具荷拉的去世让粉丝感到悲痛，然而他去世以后，更让人寒心的事情发生了。据具荷拉哥哥透露，在妹妹葬礼上，他们的母亲久违地出现了，并公然对很多艺人发出合影邀请。除此之外，具荷拉的妈妈还在女儿的遗产继承问题上出手了。她在具荷拉葬礼未结束时就委任律师争夺遗产，被众人谴责之后，她妈妈还去节目里诉苦，悲惨的童年、错付的爱情造成了具荷拉的悲剧。希望具荷拉在天堂里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快乐，不要再有痛苦了。